Nice。步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很多球员为什么每一次步伐会很乱，或者是手势特别乱起来，主要就是你回中的时候很乱。我要回中会有两种步伐，一种就是主旋转，一种就是气旋转。那什么情况下我要主旋转？也就是打你自己把球往上打的一个那地方，打得到球或者调的球。那这个时候你要回中的时候需要左右转开的杠，因为你把球往上打了以后，你是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，所以你左右转的时候，对手一杀一起攻，你立马可以左右转身，或者对手一杠一起攻，你也可以往前掉。所以你只要球往上飞了以后，记住你要平衡杠，准备好球。所以这个准备杠。广义让广大的球友受益。那这些我们就要讲前中杖。这个前中杖就是当你把球往下打了以后，打的比方翻滚，或是掉球，或是打球，只要你往下走了，你就要前中杖，因为对方是没有办法杀你的呀。所以有前中杖，当他一发完了以后，你很快球队启动，变成前移动，或者当你掉了以后，你要前中杖，他一发完你就可以快速的往前移动。所以不管是他发网还是打你的网，你只要前中杖的话，就可以往前移动。所以这个点你发现，只要球往上打，左右转就没问题；只要球往下打，前中杖。这一个就是我们往那个先把这个打到后面，你看这个前中杖就没问题。广义让广大的球友受益。